等起山迷拢在，等起足有个足在。因为呢，跨到不同的阶段的时候，三十是一个关卡，四十又是另外一个阶段哦。那因为你现在同时又有还在职，又有在创作，内心呢，你有没有经过怎么样的变化？是属于现阶段是比较算是比较迷惘困惑的吗？还是如何？或是说哪一首歌比较适合代表你？反而是今年很悬的是，刚好跨四十的时候，就觉得没有之前那么多迷惘跟困惑。对，四十而不惑。对，这、就是古人的智慧。而且现在就会觉得，其实以前会觉得，二十三十是一个坎，但现在觉得没有，就是四十前跟四十后，大概对我人生大概就是这两个差别。对，因为以前可能还会有一些对于在找寻自己这件事情有点执着，就是会想要用尽各种方式去找真实的自己。对，可是四十的领悟就是会觉得，其实那个找自己，其实你根本也不知道自己是什么。嗯哼，对，你只是想要用尽各种方式证明你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讲得真的很好。对，但是四十岁的时候，我觉得有点回到刚刚，其实伟翔刚刚有提到，我很高兴你那么早就体悟到，就是其实追寻的就是一个自在。嗯哼，不管你是想要找自己也好，你想要做自己喜欢的事也好，你想要赚钱也好，我觉得对我来说，我在追求的就是那个很自在的感觉。嗯哼，希望音乐的创作过程里面，也让你能够更自在的来寻求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方向。对，接下来呢，我们就来听听会一代这首歌，叫做《邓体》。我飞伫天顶啊，偷看。到西藏的走山，若抹了我的人，也袂有啥变化。就等起风雷就困的山坎，就等起雨在走西大海，就怕到时间听无声，就等起当初那一天，就等起无再行李的所在，就等起无留纪念的所在，就等起无伤害也无挂碍，就等起无怨也无爱，等起啥物拢不知，等起自由甲自在，哪可要开始后一界，敢会记这阵的感慨。